本展览组委会总顾问陈光义先生为我们说几句话。陈先生，大家早啊，中午好啊！尊敬的陈部长，还有这个我们的会长王振潘，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魏永刚，还有戴世和老师。其实回想一下，刚刚一晃就快要一年了。所以我当初呢，就是我们有个共识，就是三国的去交流。这非常感激，当时我们在黄河三门峡是由范蒂安老师还有这诸位的画家深情的招待，让我们感触良深。一些这画里面也有欢笑，也有那个汗水，也有这个画家们的辛劳。那这次的画展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也得过梁会长的答应我们再增加我们的阵容，有请到印尼的总会长王林春先生，还有我们的泰国的会长是吴立平先生，还有这个香港的代表，特区代表，中国特区代表是钟建新教授。那来参加这样的大展呢，来增加我们这个大展光辉不少。那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融景在一堂，能够为这个艺术啊尽一点一点点的心血，都可以把这个照亮到全世界。目前我们是当时是五国六地，但是我们希望也有已经开始也有韩国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想要加入，但我们在非常的期待啊。在我在新年的期间，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对 ，I will wish all the people all the best to you for this coming new year.